这三个东西我也急死了。急死嘛，起不得啊。啊，这个盖子这个我三多次，一怕当几次。那你卸了？我卸床上。干嘛杀起来？他就应该挨巴掌上的。啊，哥们，你把换了孩子，他都把灯盖的把那个都给。他们把那个的。嗯，他又把灯那个的，他怎么我看了，哎，小黄。你看。听到没？你没孩子，你孩子很了，我跟你讲。三十一，我叫你搞烧烤的时候，搞烧烤以后搞到多少的啷个了？我一擦糊了，糊了你转回去搞。那个清明不吃狗肉，过年不吃狗肉。嗯，哪有人过年不吃狗肉？你们把你那个烤了，我过年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是讲不能进屋噻，还不是不能吃？你又不要起汗来了，还踩我锅子来哦，我锅子踩掉了哦。他来拆锅子来，我也小心得很啊。下树的啊，什么菜？又搞你刷成这，我洗过菜，我不长菜哦。你出来刷成啥嘞？我刷成这个肠子。肠子。收不到的，怕炒甜啊。这一天早上都在家吃。我说上上次从来没吃过这东西。甚至要只用水泡，这样泡豆干儿，我们泡他们不进行。我们今天晚上搞了个酸笋吃下，第一次吃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盛了一坛子，去看一下。你不用打椅子吗？嗯，是你啊。你对你的身高挺自信的。一米五。啊，搞鬼！来，说上举头来，搞鬼来。太尴尬了。我身高没有，身高比身高一米五的没，没喊。其实我爸也不怎么高，但是爷爷高，知道吧？我肯定是随爷爷，爷爷是，就是体型也比较大，高大。三叔也是体型比较高大嘛，二叔也比较矮啊。但是我没生的矮矮的嘛，一飞就飞一样。一灯灯光光还是哪一条啊？水泼的。你房子，你不要睡的哦。啊，他把我水倒掉的，你看。你倒水够水吗？我也放心很嘞，你根本我都不放心啊。我刚你要穿大的，有水就不会烂，你不要看。感觉这味道好怪，这味道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浓味道。他的水是什么味道？你试一根喽。嗯，好臭。那么的。你看出来没？出来没？干不来。我也干不来。抠地的地方抠了，抱起来倒掉了。没酸，我觉得打包过来好酸，那酸蛋糕的。它是搞新鲜笋子，抠定的了，不行就把倒掉。我今天吃起来有点过，是不是？你就闭着点口水了。我手大很了，人，手大很了，这个罐罐小很了。这个最重要的。啊。怎么感觉？像什么味道？我也干不来，不懂。味道。像好久没洗澡的味道。哈哈哈！你不要洗澡了。像身上热天好久没洗澡，身上好腻嘎子这么的味道。好吃。嗯，怎么？我都不敢下口了，在这上嘞。没要吃，不要没吃。哦，够了。这个桶子那么烂嘞？那就是烂桶，到处漏水。上几十年的桶子了，这是。再好让我放到去啊！俺局长刚你嘎擦，你走吧。嗯，怎么小个桶桶，他不跟你嘎擦？我让给俺搞弄，一开始是在豪宅，现在给俺搞成那干区的。你这要漏干的啦，问题是。我套餐套下来出来，就快一百。买不下这套儿。真的吗？买旧的。
养小的。就得二十多斤。你怪不上行的顽固前驱，要没搞成啊，没人不是玻璃皮这样，没人买他的吗？直接煮饭。这个辣椒需要好好煮一下，它糯一些，那肥肉就肥而不腻。你今天不先炒了吗？嗯，不先炒了，因为炒了个酸笋，酸笋就是它不要汤的，就是里面锅子这么搞一下，就可以吃了。剁椒，放点剁椒，感觉这种菜提味一些。我发现自己家光自己吃，有点吃习惯那个剁椒了，有点。啊，这双筷就不用洗了。干那么多？不要那么多。哼。还可以这样子吗？我看都倒到锅子里面，你又把它抓住了。炸火炉，这细料饼看好吃不？好吃一家。不够辣。这么味道？干不来。这种味道我真的形容不来，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。你们这边笋子这么多，竟然没做过酸笋。嗯。干不来，没面面的。没说了，有了。大蒜，搞死啊！酸笋炒腊肉啊！你这不是腊肉炒酸笋吗？就可以这么干，我想就可以干。啥子酸笋？吃了还怎么样？好吃。叔叔，味道不奇怪吗？好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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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么来么的？厉害，还不行，就酸。因为还说鱼没酸，怎么也炒好酸？是不是酸味煮出来了？嗯，还葱鼻子吃起来，干么来么的味道？那你觉得好吃没？我觉得好吃。我得炒过两回，因为你嫌我炒两回。这个干不来，无法形容。炸火的腊肉真的好吃。从好吃总理一点。意思就是没那么好吃了，你觉得？可能适合有人的口味。你好好干是吧？应该是你没吃习惯。啊，吃完干了，真的嫌妈都够干了，是吧？火锅的搞得再省钱了。往年我加了干辣椒。嗯。这是腊肉。哎，腊肉。这腊肉好吃。哦，够多根吗？这个腊肉没辣，够多。够多根吗？那不肯出来了。啊。那变红的了。现在腊肉是真的。我这倒是火火的就好吃。它这种酸味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酸味好奇怪，没看出来。啊，够了，辣子稍微辣点就好吃了。哎，厉害。嗯。
辣子，黄辣子要吃嘞。要搞盐辣子哎。嗯，还有辣味吃上去，那味就在。咱吃我们吃不着味椒，我们吃辣味。啊，广东人这菜他吃不来。啊，你们吃的螺蛳粉呀，我们臭面吃的。我广东人他不吃辣子的人，这不黄辣子他估计不要。他不要么吃？咱毛是大块的味道。螺蛳粉不叫毛是大块的咯？螺蛳粉一做你就五六十块的。他说俺就是吃，我吃不成。你俩刚好吃很。啊，在外头受欢迎的很，主要是受年轻人欢迎，老年纪大老肯吃的。我不要，俺就好像像臭臊子不要，好吃。这是清风碗的，俺那面像转一样。照片来的啊，他往面贴了，你长点。他走路给他一年都到走到我。等他走到以前，我估计他都老实了。会耶，我会耶。走到我走到路道，那天上会人看到他。你没吃肥肉了，嗯，还只好吃肥肉。你有光，嗯，我没听过啊。吃五花肉笨的。哎，这什么手术？还没两多啊，还没红脸多。我记住你是光这个家，没有劲哦。现在回收老了，吃了不吃？要多吃的。嗯。浪费死。这么多我都没加干，吃那么多肥肉啊！你加去年说啥哟？那天前天早上打三角四个回头，四个他就不吃呢。这酸笋我估计99%的人是接受不了的，这味道。我不吃。说到那个的啊，就是和那个厕所那个大粪一咬出来那种感觉。哎，别打粪手艺了，还是钻毛子去搞。有那种呛人的味道哦。嗯。它有那个味道。你们这边笋子这么多，一般就只是晒干吗？或者吃新鲜的吗？很少有人走长笋，明天试一下泡，看泡笋好吃不？像广西那边的螺蛳粉，那个笋子应该都是泡的吧？太烫了啊、哦！也太湿了，不得了吧？